主料：韭菜一小把，鸡蛋两只，春饼两三张，油少量，盐少量，花椒粉少量。辅料：平底锅抹油或电饼铛抹油。准备春饼，韭菜切碎，拌入两个生鸡蛋，少量油盐花椒粉，不放别的佐料，保持原味。放上适量馅，两边对折，两对折另两边。平底锅抹油煎两面黄即可，很好吃，馅流出来了也不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